来看一下下跌的空间啊，这边是三室两厅三卫，均价4.8万。一楼呢是约8米面宽的大横厅，通透明亮，是高定中国红的一个风格，由香港著名的设计大师梁志天先生亲自打造的。大厨房中西结合，出门呢就是庭院。二楼40平的主卧套房，色调尊贵大方，南向落地大玻璃窗，伸手就能触摸到阳光。我们再来看看上叠啊，四室两厅三卫，均价35000。8米面宽的大横厅，采光更好，空间感的更强，奢华香槟金的装修风格，满满的的士贵族气质。二楼主卧有超大的衣帽间，双台盆的卫生间，270度大面落地玻璃窗，在阳台上可以远眺红河大桥桥景以及海景，再往上还有一个露台，在那里可以看星空开 party。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叠啊，它这边呢是四室两厅三卫，均价32000左右，它的私人电梯是可以直接到达地下停车库的。8米面宽的大横厅，视野不拥挤，极简梦幻翡翠风格，充满了神秘。大露台延展了客厅的空间。二楼40平的主卧套房，有超大的落地窗，书房和主卧既隔断又连通，工作和生活中间有一个合适的平衡点。